就到华强北二手市场了，兄弟们，我们进去找机器吧。先来帮一位粉丝拿一台 S21U， 这个是国行的原装有气密，直接丢进水里泡都是没问题的。这个银色非常漂亮啊，给我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喜欢了。配置非常高，12+256。再来看一下黑色这一台，成色也是非常漂亮的，完全跟准新机一样的成色，同样是原装有气密了，丢进水里泡没问题的。而且这个黑的颜色非常的酷炫，也是最多人喜欢的一款颜色吧。这样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兄弟们更喜欢哪个颜色？这里还有这么多，我们给他挑两台比较好的出来。这款机器目前是4700左右吧，而且是国行双卡 5G 的，如果是韩版美版那些会便宜很多。有位小姐姐特别喜欢华为 P40 Pro 加啊，这是 P40 Pro 的升级款，后面带个加的一个型号。配置方面呢是升级了不少的，相对 P40 Pro 来说，摄像头变焦是100倍变焦，跟望远镜似的，而且它特别挑成色啊，一定要99星，跟全新机一样，一点瑕疵都不能有。这一台呢也是挑了我大半个下午才找到的一台完全跟新机一样成色的，白色的陶瓷后盖玻璃，手感非常好。这一个呢是 256G 双卡 5G 麒麟990一个处理器的 P40 Pro 加，我点开关于本机大家看一下，麒麟990的一个 5G 处理器。目前这款机器像成色这么好的是4200左右，又帮几位粉丝找到他们要的机器了。先来看一下，这是一台12 Pro Max 白色的，虽然是 6.7 英寸啊，相对 XS Max 6.1 英寸来说大了 0.6 英寸而已，但是上手的感觉还是非常大，毕竟它的屏占比呢更宽了嘛，可以看到黑边小了很多的，所以上手的第一感觉都是非常大。这款机器苹果的机器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反正就是非常的流畅吧。这一台呢给他找到一台这么亮的，可以非常满意了。再来拿一台三星的小折叠三代，这是一个三星的折叠屏啊，外屏呢是有一个这样时间显示的，当然也有消息通知，还有一些电话来电显示，当然也可以自定义一些图案上去，非常的漂亮啊。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屏占比也是很高。这款机器最近也是特别多小姐姐喜欢的，特别是手上拿的这一个绿色，目前这款三代的在市场上是3000多吧。拿完机器天都已经黑了，我们现在把机器全部带回去测试一下就可以发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吧，这里就是华强北，记得点下关注哦。